面对难以预测的环境变化，洞察先机，抓住机会，审时度势，战略运作是经营者成败的关键。宁夏论坛适时推出了由国际战略管理大师、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教授的战略管理，着重讲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法，为经营者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覆盖面广泛，实用性极高，敬请您的关注。大家好，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的栏目。那么今天呢，由我来继续讲这个战略的制定跟这个执行。那么我们已经讲了八讲了，今天是第九讲啊。第九讲呢，主要呢我们在讲这个企业战略的这个流程。企业战略流程呢，老实讲，如果在 EMBA 课程里面，它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这个战略分析的这个部分。那么这整个流程来讲呢，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不过呢，在这个电视的论坛里头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呢把它做一个浓缩。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呢把整个战略的流程做一个广泛的介绍，同时呢再把战略分析呢跟大家做一个交代。那么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里面到底要讲些什么东西。好，战略的这个流程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战略管理的框架。战略管理的框架里面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讲它是战略管理的步骤啊，步骤。那么总共呢，如果我们要做企业战略的话，我们要经过这11个步骤。这十一个步骤呢，比较如果能够做完的话，那比较合理。就是 Mike Porter 所讲的呢，理性跟什么呢？跟这个什么呢？分析的这个过程。那么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愿景。什么叫愿景呢？愿景就是一个企业长期的发展方向。企业如果要做战略的话，应该把愿景给定下来。如果愿景不定下来的话，那基本上呢，企业就没有一个长期方向的一个指引啊。所以任何的企业一定要把这个愿景给定下来。但是愿景呢，毕竟太过虚无缥缈，愿景呢比较虚，而且呢愿景讲的东西呢，通常的讲的比较概念化，所以呢企业就必须要把它变成什么呢？任务。任务英文叫做 mission。 那么 mission 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强调我们的阶段性的任务。比如说这一个阶段3年5年我们要干什么，下一个阶段3年5年我们要干什么，那么这个叫做 mission， 叫做任务。第三个，我们一定要有指导思想，指导说我们的这个思路。战略管理的指导思想很多，不过呢我总结成三个字，这三个字呢待会呢我会跟大家做一个分析。第四个，那叫做 objective， 那叫做目标。目标基本上是短期的，而且目标可以是跨部门的。那么一个企业的目标很多，比如说我们有销售的目标，有生产的目标，有科研的目标，有人力管理的目标，有采购的目标，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每一个目标呢，那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协同性。那么好，第五个，那叫做 policy。 policy 是什么呢？ policy 叫做政策，我们要制定一些政策来引导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行动。大家记得吗？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讲到底什么叫做战略，战略就是什么呢？战略就是要能够整合企业的目标政策，并且使企业能够一直付之行动的。那我们应该把政策给讲清楚。好，这五个讲完之后，其实那就讲战略分析啊，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总共有八个要点。总共有八个要点，那么这八个要点呢，如果我们全部要讲的话呢，估计那大概是4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个名家论坛里面呢，我们把战略分析呢作为一个广泛的介绍，那就行了。那么接下来战略选择，战略选择总共有23点。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把这23点的逐点跟大家做一个广泛的这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战略形成，战略形成呢英文叫做 strategy formulation， 就是我们形成怎么样的战略，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个战略呢？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用一个个案啊，或者下来的时间呢，准备用一个个案跟大家做一个解释。这个下来有所谓 strategy evaluation， 那叫做战略评估。战略评估呢，那其实就是评估这个战略到底适当不适当，到底可行不可行，到底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名家论坛里面呢，我们把它略过啊，略过，因为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少讲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战略执行啊。在整个名家论坛里面呢，这个后半部那基本上
上我们都是在讲战略执行的。那么后半部的战略执行呢，我们总共要花一半的时间。最后一个战略控制，战略控制呢有一个很好的框架，这个框架叫做平衡积分卡。那在我们的讲课的最后一讲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平衡积分卡呢来配合我们的战略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整个呢，那就是整个战略管理的框架。企业在做战略的时候呢，通常要依循这些框架，先把愿景、任务、那个目标、指导思想跟政策给定下来，然后呢，接下来做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形成，然后做战略评估，最后呢，说出什么执行的计划，还有这个战略的这个控制。好，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过一下。第一个叫做愿景啊，任何的企业都要为自己定下愿景。愿景是什么呢？通常说明了公司的性质，还有公司的长远目标跟经营理念。任何企业的愿景基本上都是说明这些要点啊，它基本上呢也说明了公司的雄心，就是公司的规模要做到多大。再来的话呢，它是公司存在的价值、成果判断的标准。那么我们呢有了这个愿景之后，我们就能够可以判断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失败啊，我们的失败跟成功是如何衡量的。那么呢，我们到底的企业有没有存在的这个价值。那么好，我们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那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在它的愿景信条里面定下一条，就是我要在空运跟相关信息服务上成为全球的领导者。啊，要在空运跟相关信息服务上成为领导者。空运跟相关信息服务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说明了公司的雄心跟公司的什么呢？公司的存在的这个意义啊。那么这个呢，那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这个愿景。我记得呢，中国电讯呢在几年前上市的时候呢，就讲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级的电讯运营商。电讯运营商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世界级那说明了公司的雄心，也说明了公司存在的这个价值。还有日本的一家玩具公司，他就讲呢，我的存在是要实现全世界小孩的梦想。那么这个全世界小孩的梦想呢，那就说明了公司的经营理念，也就是公司到最后存在的价值或者成果判断的标准。那么愿景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个框架呢？那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的。不过呢，观察了世界上大公司在制定愿景的时候，那么不外乎呢就是这四点啊，不外乎这四点。第一点呢，那就是呢，我们的存在一定要为社会人类受惠受益。啊，我们的存在一定要为社会人类受惠受益。第二个呢，我们呢的存在要使到公司能够繁荣昌盛啊。第三，我们呢就是要使到员工能够敬业乐业。第四呢，我们要使到客户心满意足啊，心满意足。那么呢，比如说海尔的这个精神，那基本上就是敬业报国。那么所谓敬业报，报是什么东西呢？报就是回报，海尔人就是要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客户、回报员工。那基本上呢，它基本上它里面全部都给涵盖了。那么我们看看世界上一个大公司叫做强生公司。强生公司呢，那是 Johnson & Johnson。 Johnson & Johnson 呢，在它的愿景的信条里面讲，我们企业的存在是对事主人负责的。第一，我们是对客户负责的。第二，我们对员工负责。第三，我们对什么呢？我们对社会负责。最后，我们才对股东负责。那么股东那是把它放在什么呢？把它放在最最最低最低。那么呢，在其他三个都能够达成的底下，我们才完成股东的这个意图。那么这个愿景呢，就能够指导这个企业的什么呢？这个企业的这个决策。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八十年代中的时候呢，强生公司曾经发生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它有一个止痛药，基本上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出了一些问题啊。那么后来呢是说呢，有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在配方上呢做了一些什么呢？做了一些调动。那么有一些药呢，那就推出市场去，那么不是原来的配方，那么这个东西很严重啊。那么吃了
了吃了这个不同配方的药的话呢，那曾经呢有人呢就出现了生命的这个危机，那怎么办呢？强生公司本座第一我为客户，第二我为员工，第三我为社会，第四我为股东呢，那基本上处理方式是很透明化的，处理方式是很公开化的，处理方式是很负责任的，那主动的公开这一件事。那么打这个打电视广告跟这个报纸广告，告诉大家有这回事，而且叫大家呢不要用这个旧的药了，把旧的药全部什么呢？全部回收啊，全部回收。回收的话也不检查，那就一概把它销毁。工厂里面大做新药啊，新药就用新的包装推出这个市场。然后呢打广告叫大家要用新药不要用旧药，如果你用旧药的话呢可以免费换为这个新药，而且总裁呢每隔一天就上电视台呢报告整个销毁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整个过程里面呢，那么强生公司花了很多的精力跟什么呢，跟这个人力呢还有财力呢在应付这一场危机。当年呢整个强生公司的业绩是稍微下降的，那么呢董事会在呈给这个股东的报告书里面讲，这是值得的。为什么？我们是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愿景来做事，那么呢在什么呢，在这三者还没有被满足底下，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股东的这个期望。我们满足股东的期望的前提一定是满足客户、满足员工跟满足我们的这个什么呢，社会。那么这个呢有了很好的愿景，那就指导了什么呢，指导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行为。好，大家如果看施正荣的宏基电脑，宏基电脑的愿景里面也是这样的信条，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股东。换句话讲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宏基电脑呢跟强生公司最大的不同点呢，中间就少了一个社会啊，其他的那基本上都一样。那么愿景很关键吗？关键的啊，关键的啊。如果没有愿景的话呢，企业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呢就会迷失了这个方向。大家都知道韦尔奇啊，韦尔奇呢当时呢掌管了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企业，有记者就问他，韦尔奇你作为全世界第二大企业的 CEO 你每天在干什么事啊？韦尔奇答得很妙啊，韦尔奇说，作为一个 CEO 我为我的企业创造愿景啊，我为我的企业创造愿景，创造愿景是一个 CEO 责无旁贷的这个工作。第二个他就讲了，创造愿景之后我就推销这个愿景啊。为什么要推销啊？因为呢别人要认同你的愿景啊，如果别人不认同你的愿景的话，怎么能够凝聚人心呢？那么推销愿景给谁呢？大家想想看，第一个那当然是股东啊，股东很重要啊，股东支持你的话，我们的资金呢就比较不会有问题，能够源源不断。第二个呢要推销愿景给员工，让员工知道呢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个要推销愿景给客户，让客户知道我们在帮跟他一起共同成长。第四个要推销愿景给我们的所有的联盟，那这样的话呢在整个价值链的竞争里面，联盟呢就会支持我们的这个发展。那么推销给股东、员工、客户跟这个联盟，在中国还更多要啊，最重要的尤其是国营企业啊，还要推销这个愿景给政府啊，让政府知道我们这个改制呢有多好有多好，这个改制呢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多少好处，这个改制呢又能够消化掉多少的这个员工，而且呢还要推销愿景给党啊，如果党支持的话呢，那基本上呢这个、改制方案也相对的那就比较容易啊，所以这个呢那就是要推销愿景啊，推销愿景。那么最后，那么韦尔奇就讲呢，那么最后我就激励各方啊，我就激励各方去什么呢？去实现愿景。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讲的多好啊！基本上呢，做一个 CEO， 那就是创造愿景、推销愿景，跟什么呢？跟实现我们的愿景。如果愿景呢，全部人都认同，那我们的什么呢？向心能力那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如果大家各怀鬼胎，或者各利益团体呢，大家不能够团结在一起，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好，这是愿景的什么呢？愿景的这个部分。但是愿景毕竟太虚无缥缈啊，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服务商，那代表什么东西呢？啊，代表什么东西呢？老实讲呢，那很难具体化。那任务就应该把它给具体化啊，任务把它给具体化，任务就是某一个时期的任务，或者某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
比如说中国呢，每五年就是一个阶段啊，每五年一个阶段，那就15、25、35、45，现在15差不多要走完了，2006年就要开始进行什么呢？11、5的这个工程。那么每一个五年是一个阶段，或者呢，中国未来的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就是2020年全民什么呢？全民奔小康。那么这个全民奔小康呢，那就是从现在到2020年总共有15年呢，未来15年中国就要规划好，看看呢，2020年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不能够具备有小康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小康的这个标准。那么好，例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日本有一家玩具企业叫万代，曾经在某一个年度呢宣布它的任务就是在 X 年内要居世界第二。那么呢，新加坡有一家上市公司，原来是一个家族企业啊，后来呢是我一个同学从他父亲那边接手。那么呢，当时我就加入了这个企业啊，加入这个企业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理想，就是希望能够在4、5年之后成为新加坡的一个上市公司。终于呢，在1994年成功上市。那么上市之后，我们定下的下一个阶段的任务，那就是区域化的印刷集团。那么所谓区域化的印刷集团，那就是要走向什么？走向区域。当时呢，我们就走到马来西亚，走到印度尼西亚，走到中国，而且呢，业务呢也扩展到美国，扩展到澳大利亚，扩展到台湾跟韩国等等。那么这个呢，那就是走向区域啊。总之呢，任务就比什么呢？愿景更加具体，因为愿景呢，基本上呢都会讲一些稍微虚的东西或者概念式的东西。那么任务呢，基本上呢有数据，而且具体的东西会比较多。第三个，那叫做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呢，那么基本上呢，战略管理指导思想可以很多，不过呢，我认为三个字最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总结出三个字来。这三个字呢，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一个叫做变，一个叫做谋，一个叫做什么呢？一个叫做法。啊，那么我稍微归纳一下，就是我们搞战略管理，一定要有变的思维啊。第二，一定要有谋的划算。第三，一定要有法的支撑。所谓变的思维，就是领导人要随时随地准备做出改变。如果你不做出改变的话，很多时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的。而且呢，在变的过程中，你一定要谋。如果你不谋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没有章法。所以你一定要学战略管理，那这样的话可以逐步的把它给推展下去。然后呢，你必须要有法，法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啊，有一个制度跟系统来支持你的战略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不是常常要变啊？是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前两年呢，有一个公司呢，是股票非常非常好。这家公司呢，就是 UT-Starcom 啊 ，UT-Starcom 就是吴英领导下面的一个公司，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为什么 UT-Starcom 做得很好呢？当时中国的小灵通业务呢做得很好，中国电讯跟中国网通都买很多的什么呢？买很多的这个小灵通的设备。UT-Starcom 呢，在基本上呢，大概有70%的业务在小灵通系统，大概有80%的业务在中国。那基本上呢，这从去年年中开始，中国电讯跟中国网通好像放慢了它的这个小灵通的这个发展的话，那这时候 UT-Starcom 的业绩马上什么呢？马上滑落，风光只有两年。那么这点呢，跟刚才的 TCL 是一样的，两年之内就会起做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 UT-Starcom 的股价呢，那是什么呢？那是不断的在下降。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很多业务全部跟小灵通有关，很多业务都跟中国的电讯跟中国网通有关。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常常有变的思维才可以。易经的精神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穷则什么？穷则变，变则什么？变则通，通则什么？
通则久。对了啊，通则久，所谓久呢，那就在一段时间之内相对的什么呢，稳定啊，相对的稳定，你可以呢什么呢，你可以收获你的这个果实，但是呢久了又不会太久，又会什么呢，又会穷啊，又会穷。换句话讲呢，整个宇宙世界是一个大循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什么呢，久则穷。那么这四个字里面哪一个字最可靠啊？穷当然不要了，通也不太可靠，久也不可靠了，那只有哪一个呢？只有变字最可靠。所以我们讲呢，战略就是什么呢？就是变化啊，就是变化。如果我们呢不欢迎变化的话，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呢没有战略好言了。在商场上有一个定律，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定律叫做摩尔什么呢？摩尔定律。摩尔定律讲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呢，摩尔这个人呢，当时是这个 Intel 的这个总裁，他发现到他生产的芯片推出市场之后，18个月内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个月内，市场上对他的芯片有什么要求呢？那么对功能上的要求，市场上对他的芯片的功能上要求增加一倍啊，增加一倍。市场上对它的这个芯片的价格要求减少什么呢？减少一半。换句话讲，18个月内，如果你不能够把功能增加一倍，把这个价格减少一半，那你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换句话讲呢，风光不在啊，风光不在。以前竞争不激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产品或者有一个营业模式，我们可以3-5十年都吃老本。但是现在呢，3个月、6个月甚至9个月之后呢，那变化那就非常非常大。现在这个摩尔定律呢，不只应用在芯片，而是一般的什么呢？一般的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属于摩尔定律的范畴。好，这3个字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我们要有变的思维，我们要有谋的划算，我们要有法的支撑。接下来目标，目标很多，那我们定下零零种种的这个目标。那么目标里面呢有财务目标，财务目标比如什么呢？比如市场的这个回报率，比如这个资产的回报率，比如呢美股的回报率，比如说资本的回报率等等。还有呢，市场上的目标，比如说市场的占有率、市场的覆盖率、品牌的知名度等等。那么呢，生产的目标，比如说生产的产能啊，或者呢我们的废品率等等。还有呢，科研的目标，比如呢我们花多少资金跟精力跟金钱在科研上，那么我们的新产品到底占我们总销售的20%多少等等等等啊，这一些。还有呢，人力上的目标，比如说呢我们的人工的流动率如何，还有呢我们的人工的成分如何，最后产品的目标等等。那么企业一定要定下各种各样的目标，但是不管你定下怎么样的目标啊，怎么样目标，那基本上你一定要围绕一个核心。我想请问大家，这些目标里头啊，财务啊，市场啊，生产，科研，人力目标，到最后真正能够体现一个企业的效率跟实力的是哪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财务。到最后显现在3个报表，第一个表叫做什么呢？资产负债表。第二个表叫做营业损益表。第三个表叫什么呢？资金的什么呢？流动表。资金流动表呢，就看到我们资金的流进跟流出的应用。那么营业损益表就看我们呢创造多少业绩，最后创造多少利润。那么呢，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看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总资产里面，我们的权益占多少，或者我们的这个什么呢？或者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负债占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在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中心。所以如果你部门很多，你要定战略的话，那最后每一个部门的目标一定要为我们的财务目标做出贡献。那么假定我们定下目标，我们把财务目标围绕在中间，那么市场部也定目标。市场部呢，比如说市场覆盖率、市场占有率等等，那么市场部的目标的达成要帮忙我们财务目标的达成。那么市场目标完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有生产的目标，那么生产的目标的达成也要帮忙我们呢财务目标的达成。接下来有采购目标的达成也要帮忙我们财务的达成。那么诸如此类，接下来人力资源，接下来后勤，接下来科研等等等等。那么每一个目标都要什么呢？都要对我们的财务目标有贡献。
这个呢在西方叫做曼陀罗的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呢就是看呢我们的市场目标达成对财务目标的贡献是多少，那么生产目标的达成对财务的目标的贡献是多少，那么到最后呢可以呢形成一个呢考核的制度，最后呢可以论功行赏。其实这个很符合易经精神的啊，大家都知道易经呢有一个易经呢有两个原来很原始的，一个叫做河图，一个叫做洛书啊。那么河图洛书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举一个例子哈，现在我假定要大家画一个九方格，这九方格，那么这九方格里面呢我有九个号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我要大家如果把这个九个号码填入这九方格里面，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填完之后我要求的是什么呢，横的要等于十五，竖的加起来要等于十五，对角线加起来也要等于十五，换句话讲呢全方位要等于十五啊。那么如果大家现场做一做，那你估计呢可能会做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可以做出来啊，做出来。但是不管你做出来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点，答案不止一个啊，不止一个，答案通常有四五个，但是它的共同点不变，那就围绕在中间的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五，一定是五，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九方格的这个厉害啊，这个也就是河图洛书的这个基本。而且呢四要跟着六啊，四要跟着六，三要跟着七，二要跟着八，九要跟着幺，而且二四六八一定要占据四个角头，所以如果你有二四六八的话，那基本上就占住这个角头，其他的你基本上填上去那就可以了，那就是二七六等于十五啊，二七六等于十五，对不对啊？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七五什么呢，七五三等于十五，这边四三八也等于十五，剩下来的号码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呢，这个是一啊，这个是一，这个什么呢，这个是九啊，所以呢二九四也等于十五，九五幺也等于十五，六幺八也等于十五，那么河图洛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围绕什么呢，围绕我们的这个中心点。所以我们的目标纵使再多，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核心目标给抓好，因为最后呢衡量一个企业的实力跟效率就是看它的这个财务。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下呢，那政策有好多点，我这边讲三条就好。第一条，那就是以什么呢，市场作为企业运作的导向。当我们要做市场运作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一定要以市场作为企业运作的导向，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啊，绝对不要再有一些计划经济的一些想法啊，计划一些经济的想法呢可以拿来规划的国家的大型项目，但是呢很多东西的驱动点都是以什么呢，以市场作为驱动的。第二，以质量作为企业竞争的前提，我们要跟别人竞争绝对不要靠价格，价格竞争呢那基本上呢杀伤力很强，也不要靠关系，因为关系呢非常脆弱，关系非常短暂，那么要竞争我们一定要靠质量啊，要靠质量啊。好像山东教育电视台如果要跟其他教育台竞争的话呢，那你一定要以质量为主啊，质量永远排在第一位，其他东西呢我们都应该往后排。第三，以人才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那如果我们要管理人才，我们要管理企业，那就管理好人才。那个威尔奇曾经说过，他如果能够把全球80个到100个经理都控制得好的话，那基本上就等于控制好所有的企业。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当政策一制定之后，干部就是什么呢，就是决定的这个因素。所以如果能够把人才管理的话，基本上呢那人才呢那就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战略。接下来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讲一点，不过时间这一季的时间呢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就这一集讲到这个地方，谢谢。
面对难以预测的环境变化，洞察先机，抓住机会，审时度势。战略运作是经营者成败的关键。名家论坛适时推出了由国际战略管理大师、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教授的战略管理，着重讲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法，为经营者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覆盖面广泛，实用性极高，敬请您的关注。大家好，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节目，我们这次讲的呢是战略管理的制定啊，战略制定跟执行。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莫少坤。那么在前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战略管理的流程，我们基本上呢讲了四个，一个叫做愿景，第二个叫做任务，第三个叫做指导思想，第四个叫做目标，那么第五个那叫做政策。政策呢我们剩下一点呢今天把它给讲完。那么政策里面呢我们讲三条，第一条呢那就是以市场作为企业运作的导向，第二条呢我们应该要以质量作为我们企业竞争的前提，第三呢我们应该以呢人才作为什么呢管理的这个核心。那么如果人才管理一好的话，其他什么东西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基本上呢管理企业人才的追逐应该是有这十点。第一点叫做求财的心理啊，一个企业应该要有求财落客的心理，那么呢别人才会来加盟。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行，我们不喜欢请啊，我不必要再请人才之后，那人才将会被挡在大门之外。历史上最有名的求财的例子，那不外乎什么呢，不外乎就是刘备三顾茅庐那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话的时候呢，一下子呢就把三国的格局基本上把它给划定了。所以呢人才是很重要的，有什么样的人才通常就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战略。而且呢刘玄德呢请了这个诸葛孔明来的时候呢，不只是这样子，那么这段美谈一传播出去的话，大家都认为呢刘玄德呢刘玄德非常爱财，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加盟这个什么呢，加盟这个刘备的这个队伍，那么这个求财之势那就形成了。那么我们在企业里面要求财，求财之后就要染财，染财之后要知财，知道我们的下属的才华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应该要用财，把它放在那适当的岗位，然后要立财。立财的意思就是要鼓励他，鼓励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叫做物质奖励，一个叫做精神奖励。那一般上呢这两个东西都要相辅相成。然后呢要育财，育财比如什么呢，搞培训，像今天呢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名家论坛，那其实就是一个育才的工程。再来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量才。所谓量才那基本上就考核这个人才，看他们哪一些地方呢还需要必须经过什么呢，经过这个改进。还有爱才，爱才是什么意思呢，爱才就是爱护这一个人的才华，让他有机会把他的潜能给发挥出来，让他能够得到自我的这个实现。然后接下来融才，融才我认为很关键啊，一个企业的老板呢如果融不下人才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发展就来到了一定的什么呢，一定的这个局限。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假定我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是属于 B 级的啊。B 级的话呢，就是我的资质大概到 B 吧啊 B。那么我怕别人超越，我请副总的话，我就请 C 了。那么副总呢，请经理的话，又怕被超越，就请 D 的。D 的呢，也请 E 的。到最后，这个企业呢，那就越来越往下请。这个企业到底到最后有没有前途呢？没有前途了。到最后变成一个国家，那叫做侏儒国啊，侏儒国。那么在这个侏儒国里面，谁最厉害呢，就是这个老板最厉害 B。 所以呢经常呢忙个不可开交，没有时间交流，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上课，最后呢那整个企业呢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得到突破。而这个老板的胸怀如果比较大的话，敢请 A 的，敢请 A 加的，这个时候呢企业就有条件成为什么呢，成为技能国。我们看看历史的一段相争呐、啊，那叫做楚汉相争。其实呢，楚汉相争呢，楚霸王项羽呢，基本上就是属于 A 家的人才，但是请的人都是比他差，所以呢，好的人才最后都走光了。那么在整个阵营里面，那除了项羽之外，那也找不到那其他的比较好的这个人才，所以这个国家那基本上就人才凋零的。那么刘邦基本上呢是属于 B 级的，但是刘邦请的呢全部都是 A 家的。
的。刘邦呢成功之后呢，回到沛县之后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无不如张子房。张子房就是张良啊。那么带治理国家无不如萧何，带兵打战无不如韩信，此三人为我所用，故我得天下也。那么这一段话呢，那就是呢，领导人一定要请什么呢？请各方的什么呢？各方的这个神圣啊，各方的这个神仙，那这些各方的神仙就能够帮忙我们呢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做领导人，我们就要做一个整合的工作，那就是了。那么不是每样东西呢我们都要亲力亲为，不是每样东西我们都要证明我们比我们的助手强。那么这个就是刘邦跟项羽的这个不同点。做一个战略领导人，那就需要这三个东西。第一，我们要有个人的才华，没有个人的才华，那基本上就没有基础了。第二个，我们要有战略，我们要深谋远虑，我们要结合实际，我们要什么呢？我们呢要结合实，看看呢哪一些我们可以干，哪一些不可以干。最后呢，我们要有容人之量，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把企业给做大。那么这三个字呢，那基本上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到这里我们就离开了什么呢？离开了这个政策，那就正式进入了什么呢？战略的这个分析。战略分析我们今天呢不讲多，我们只是要把这整个大纲跟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这个战略分析里面呢总共有八大层面啊，八大层面。那么一般上在做企业战略分析的时候，这八个层面如果能够分析到位，那我们就符合 Michael Porter 所讲的战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跟一个分析的过程。好，那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战略架构跟规划制度。如果要做战略的话，一定要有战略架构。战略架构是什么东西呢？战略架构就是战略的步骤啊，可以这么讲啊，就是我们呢常常所讲的这十一点的战略的这个步骤。这战略的步骤呢，我们必须给掌握好。好了，有了战略的架构之后，我们还要配合我们的规划制度。各企业里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制度，比如呢，我们如何分配任务啊？我们如何呢制定我们的这个战略？那么这个规划制度必须跟战略架构给配合起来。这个方面呢，这一点呢是比较什么呢？是比较这个固定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呢那就不用讲太多了。第二个，那就是要处理跟战略各造的关系。什么叫战略过造呢？其实在中国这个各造这个词没有用吧啊，在台湾跟新加坡用的比较多。所谓战略各造，就是战略的各利益团体，我们要处理好跟战略利益团体的各个关系啊，各个关系啊。那么其实呢，有很多战略的利益团体对我们的战略有兴趣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有一些战略的利益团体呢，会影响说我们企业战略的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关系给处理好。总的来讲呢，总共有几大关系呢？我跟大家归纳，总共有十大关系。当然我知道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就叫十大关系了，我只是借用他的这个名字让大家呢增强我们的这个记忆。好，搞企业的人要处理哪十大关系呢？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就把它给记下来。第一个，那是什么呢？要处理好现有股东跟潜在股东之间的关系。假定我们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们要发展，发展的话我们的钱不够，我们要引进新股东，那么潜在股东跟现有股东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我们不要让呢双方面呢都有可能会造成吃亏的一种状态啊。这方面呢，那应该公平，应该公正。那么如果国营企业改制的话，那更应该要处理好现有股东跟潜在股东之间的关系，因为呢这个方面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那很可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罪名，那叫做国营资产的什么呢？流失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国营资产呢我们要上市，那也要处理好现有股东跟潜在股东的关系。我们看看去年广通上市呢，之前呢张春江要做很多什么呢？做很多这个路演啊，让新的股东呢了解啊，了解我们呢这个网通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网通有怎么样的一种发展的潜能。那么呢，以前的联通的总裁叫王建州，现在王建州已经跑到这个中国移动去了。那么王建州曾经在一次对话节目里面讲呢，作为联通的总裁啊，我曾经一次呢在欧洲呢一天之内跑了四个国家，做了六场路演。那么为什么要这么累呢？当时联通刚好推出 CDMA， 所以呢那就要什么呢？那就要做路演跟股东交代，为什么我们做 CDMA， 做 CDMA 对这个联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等等。那这一些那都叫做处理好股东的这个关系。
好，第二个要处理好经营权跟所有权的关系啊。所谓经营权跟所有权的关系要处理好，处理不好问题很大的。现在呢，辽宁省政府跟养荣在打官司，那就处在经营权跟所有权了。养荣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呢，普通的经营者，他也是一个所有者。那么辽宁政府不同意，那中间呢官司就打起来了。那么呢，中国的中航油呢在新加坡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个购买石油期货的这个事件。那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处理好什么呢，所有权跟经营权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啊。基本上我们讲治理结构的话，我们经常讲呢，治理结构要处理好呢什么呢啊，处理好呢这几个关系，我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归纳。治理结构一定要所谓事权归位啊，事权归位，事权归位之后，那才能够把治理结构给处理好。哪事权呢？第一个权，那就是所有权。我们一定要确保所有权要归什么会啊？归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应该是最什么呢，最有力量的，而且股东大会呢也很会被人家所剥削的啊。以前我们经常讲资本家剥削什么呢，剥削劳工，现在有很多中层经理人剥削了股东的这个利益啊，那就没有保护股东的利益，那就等于牺牲了这个股东的这个权利啊。所以所有权一定要是归股东大会。然后接下来要有监什么呢，要有监事权。监事权应该归什么会呢，应该归监事会啊，监事会。然后决策权应该归什么会啊，应该归什么董事会啊，决策权应该要归董事会。然后执行权应该归什么会呢，执行权应该归 CEO 或者呢总经理啊，或者总经理。那么这四个权的位置如果摆好的话，那我们的经营权跟所有权的关系基本上就等于处理好了，可以这么讲。好，第三要处理什么关系呢，要处理跟员工的关系。员工的关系要处理好，让员工支持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让员工呢不会阻碍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员工关系不处理好的话呢，有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企业跟别人合并，可能员工会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员工呢就造成一种呢很强大的一个什么呢，阻碍的力量。第四，要处理好跟上游的关系，上游就是我们的供应商这个部分啊。第五，要处理好跟下游的关系，那就是我们的经销商，一直到我们的零售商，一直到我们的终端的客户。第六，要处理好跟同行的关系。以前同行之间呢，那叫做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不对的。同行之间应该是既竞争又什么呢？又合作啊！如果能够一竞争又合作的话呢，竞合关系那应该是同行里面呢最好的这个关系。第七，要处理好跟政府和党的关系啊！不管你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政府跟党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不然呢你可能会造成了一些变数。第八，要处理好跟金融机构的关系。金融机构比如谁呢？比如这个银行，比如租赁公司，比如信托公司，这一些呢会影响到你的什么呢？资金链啊，资金链的这部分，那叫做中金融机构的关系。第九，要处理好跟中介机构的关系。中介机构是哪一些呢？比如说啊，律师事务所、股票行，还有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还有呢资产评估所等等，那么这些关系要处理好。第十，要处理好其他的社会关系。这其他的社会关系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环保团体。环保团体越来越有力量啊，越来越，尤其现在强调和谐的社会、科学发展观，那我们更加注重环保，我们更加注重长期，我们更加注重我们子孙下一代的这个利益。第二个要注重什么呢？消费人学会。消费人学会的力量很大啊，去年的这个十大经济人物颁奖里面呢，其中一个那就是什么呢？团体奖，那就是消费人协会了啊。最后一个那是媒体。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大啊，不管它是杂志媒体还是这个报纸媒体还是广播媒体，那基本上呢如果有一些不利的因素被它给广播出去的话，对企业的影响那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看看以前的三株口服液啊，吴炳新就是呢很少跟媒体打交道的，我估计啊，而且呢出现危机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处理，最后呢这整个三株口服液从一个很高的80多亿一掉，可以呢在几个月之内掉成10亿左右啊。那么这一个掉法呢，就是当年呢他在处理这个什么呢，处理这些公众事件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得到媒体的支持，或者呢没有办法什么呢把自己的意愿呢通过媒体加以表达出来。那么媒体呢老实讲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接着下来我们要分析过去的战略跟过去的经验啊，过去的战略跟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战略呢重要重不重要不重要呢，对我们东方人来讲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东方人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般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把过去回顾一番，然后再把将来展望一番啊，展望一番，那么总结一下过去，然后再面对未来。但是呢西方这十年来有一群学者呢叫大家忘掉过去，这群学者说什么呢，说过去跟将来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反而会拖将来的后腿。你过去成功了并不代表你将来会继续成功，你过去失败了也并不代表你将来就没有成功的这个条件。那么呢有时候呢你不要把过去的东西看得那么重。那么这群西方学者呢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但是呢我觉得呢东方也完全不无道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经常如果我在教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会用比较理性跟客观的方式去回顾我们的过去啊。我们回顾过去3年5年我们做过什么战略，这个战略如果重新来做的话我们又会做出怎么样的修改，当时呢我们的考虑点是什么，当时呢我们又犯了哪一些错误啊。那么经过这个回顾之后，我们对过去的战略有一个深刻的认识，那对我们的未来呢那就比较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呢只讲一个概括，我们没有办法呢很深入的跟大家做一个探讨。第四，我们要做什么呢？大环境跟大趋势的分析。搞企业环境呢那是很重要的，环境一改变的时候呢，那这整个什么呢，整个这个战略也要需要跟做改变啊，需要跟做改变。比如说呢在中国呢，在前一两年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喜欢到新加坡去上市，而且新加坡的这个创投机构呢，新加坡的这个证券公司呢也为这个中国的国营企业进行了很好的资金的调派。但是呢今年1月24号左右，那么外管局呢宣布了一个什么呢，外管的这个什么呢政策。这外管的政策基本上讲呢，你的钱怎么出去的，你的钱怎么回来的，全部要交代到一清二楚。那么之前的运作模式那就不适合了，不适合之后呢，那现在呢正在什么呢，很多证券公司正在想方设法呢看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模式来应付外管局目前的这些条例。那么呢这种呢那就叫做环境变化啊。那么这整个环境变化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中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的热度，也影响到中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的速度啊。那么这个呢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好，大环境大趋势基本上我们要分析什么呢，分析五个，这五个环境呢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五个英文字把它给归纳起来。 G 代表什么呢，地理上的环境。我们分析地理上环境有什么改变，那么这个地理上的环境对我们的企业会造成怎么样的一种影响啊？地理上环境比如什么呢，比如某个地方突然间发现油矿，哎呀这个之后有了这个资源的话，这个地方呢将会发生很大的这发展。或者呢现在呢很多中国的市呢都全部建大城市，比如说济南要建大济南啊，大北京要建大北京，那就把很多原来是外县外市把它变成区，那这种呢那就是一种地理上格局的一种改变。
好，我们不可能讲太多，大概啊。那么第二个呢，政治上 P 那就代表政治上啊，政治上呢，那基本上就讲政治跟法律上跟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企业的运作，尤其在呢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度，政策影响那是非常大。中国有很多政策啊，比如说呢啊，改革开放是一项政策，人口生育又是一项政策啊，又是一项政策呢。那么基本上呢，以前的这个特区那也是一个政策，后来特区没有了，那就什么呢？开西部大开发也是一个政策，东北振啊振兴东北是个政策，中部崛起那也是一个政策，西去东输也是个政策，南水北调也是啊。所以每一个政策的出炉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商机，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所以这点呢，我们要好好的这个考量。一代表什么呢？一代表经济上的因素。经济上的因素呢，在中国目前正面的比较多，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呢非常非常的迅速，每年都以8%到10%的速度在增长啊。虽然呢，中国经济上可能会有一些软肋，不过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那么 S 代表什么呢？社会。社会跟这个什么呢？文化的这个环境，社会文化的环境，那基本上就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消费啊，影响消费。比如说白酒在山东卖的比较好，那跟山东人的社会跟文化的消费行为非常非常有关啊。那么 T 代表什么呢？ T 代表科技上的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析大环境大趋势对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商机，对我们形成怎么样的一种威胁。每一个环境的发展一定会影响做我们战略的这个制定。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分析产业结构啊，产业结构。假定你是属于纺织的，你就要分析纺织业的产业结构；你是属于钢铁的，那你分析钢铁；你是属于传媒，那你就分析传媒啊。那么在这里面呢 ，Michael Porter 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工具，这重要的工具呢，那就是介绍，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分析产业结构的。那基本上呢，这个工具呢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你考虑现有的竞争者。第一个，你考虑现有的竞争者，看看在现有竞争者里头，我们跟现有竞争者之间到底竞争的激烈还是不激烈。接下来你还要考虑什么呢？新的竞争者，看看新的竞争者给你的威胁到底大还是不大，这是新的这个竞争者。再来你还要考虑什么呢？考虑替代品，替代品的威胁到底大还是小啊？大还是小？再来，你还要考虑什么呢？供应商，供应商跟我们之间的谈判力到底强还是弱？再来考虑什么呢？考虑客户到底是强还是弱？那基本上呢，那就是这五个啊，基本上就是这五个。那么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在中国呢，目前的手机运营商只有两家公司可以做，那就是中国移动跟中国联通，他们的竞争到底激烈还是不激烈啊？其实看起来应该是相当什么呢？激烈的。老实讲，照我看不应该太激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两个运营商啊，大家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啊。只不过呢，这个竞争呢，给人家感觉到比较粗放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移动跟中国联通竞争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激烈了。第二个新竞争者有谁呢？其实呢，如果呢接下来 3G 手机如果发放的话，如果发放也发放给中国电讯跟中国网通，那中国电讯跟中国网通，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什么呢？很可怕的这个竞争者。对中国移动跟中国联通来讲呢，那这威胁力那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接下来替代品，手机有什么替代品啊？手机替代品有几个？第一个是固定电话，固定电话可以替代手机；第二个就是小灵通，也可以替代手机；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呢 ，email 啊，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啊，好像现在呢，我每个晚上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 email， 那基本上呢，我省下很多打电话的这个时间跟这个金钱。第四呢，我们可以用 MSN， 我们可以用 QQ， 那么这一些东西呢，那都是手机的什么呢？手机的替代品。好，替代品呢厉害不厉害呢？老实讲呢还没那么厉害啊，所以呢中国移动跟中国联通呢不应该太担心这个地方。
供应商，供应商的谈判力强还是弱呢？供应商是谁呢？对于电讯公司来讲，供应商就是设备供应商。在中国有所谓大中华，大就是什么呢？大就是大唐，中就是中兴，华就是华为。在国际上有所谓爱诺摩西，爱就是爱立信，诺就是诺基亚，摩就是摩多罗拉，西就是西门子。那么这一些供应商呢，跟移动跟联通来讲，到底谁强谁弱呢？我的判断是移动跟联通强，这些供应商相对来讲比较弱，他们都想要千方百计要把钱呢，要把这个产品呢卖给移动跟联通。客户那就是我们，那我们强还是客户强啊？哎，我们强还是移动跟联通强啊？那其实呢还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移动跟联通强。虽然我们可以随便换，但是我们选择太什么呢？太少了，不是联通就是移动啊。所以呢这个选择少的话，那基本上呢就使得我们谈判力什么呢？谈判力差。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格局来分析所有的这个行业。好，这个呢那就叫做产业结构的这个分析。接下来第六我们要分析什么呢？我们要分析竞争定位的分析。所谓竞争定位，就是我们自己定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要把产品定在高端、中端还是低端，我们要把它定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要把它定成是什么呢？定成是消费品还是我们的工业品，那么这个就叫做定位。最后两个那叫做内部分析。一般搞企业管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内部分析。内部分析呢就是要找到我们的优势，找到我们的劣势，然后呢配合外在环境呢，我们结合我们的什么呢？机会，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威胁。最后我们要做领导人分析。领导人对整个战略来讲呢，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导人的什么东西呢？领导人的出身，领导人的思路，领导人的什么背景，领导人的价值观跟领导人的决策习惯，都会影响做企业的什么呢？企业的这个战略。假定这个领导人呢是暴发户出身的，那么他做决策可能会比较快，他做决策呢可能会比较什么呢？可能会比较大胆。那么如果这个领导人本身是从什么呢？官僚系统来的，他做决策可能会比较小心，他做决策可能会比较系统啊。所以领导人会影响战略的这个决策。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那就是王永庆啊。王永庆的例子呢，这个例子相当不错啊。王永庆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家，做得相当相当的好啊。但是呢，王永庆在80年代家财万贯的时候，在台湾两个行业起飞的时候，80年代起飞，王永庆在这两个行业是交白卷的。那么这两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呢？第一个叫做证券业，证券业王永庆交白卷，基本上呢没有涉足。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服务业，王永庆涉足的很少，除了长庚医院，其他的都没有做。那么90年代末的时候呢，有一个杂志叫《天下杂志》，就访问了这个王永庆，说：“王先生啊，80年代呢，你这两个行业做得很好，你当时这么有优势，你不进入这两个行业，你算不算贻误战机呢？”那么王永庆说：“不算贻误战机，因为我告诉你，我就是不喜欢这两个行业，对我来讲，证券业代表暴利。”我王永庆不喜欢赚容易赚的钱，王永庆不喜欢赚容易赚的钱是哪门子的战略分析啊？那什么都不是，那只是领导人的什么呢？价值观。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呢这个证券业，所以不管你把证券业分析得多好，理性多理性，他都否掉啊，他都否掉。第二，他不喜欢服务业，他说服务业代表浮华啊，浮华。他说我愿意做什么呢？我愿意做生产，不愿意做服务啊。那么就是因为价值观不喜欢暴利，不喜欢浮华，所以王永庆呢，他在生的时候呢，那就跟证券业没有缘分，跟这个什么呢？跟服务业没有缘分。所以领导人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都会影响做战略的这个制定的。好，这八大分析呢，今天我们只是做一个广泛的这个介绍啊。如果每一个我们都要讲下去的话呢，那时间耗费的比较长。那么大家有这个广泛的介绍的话，那就有一个基础，我们接下来呢，那就可以谈谈战略选择了。不过战略选择呢，一谈起来可能又需要呢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呢，那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